Zombie Outbreak.欢迎收看《僵尸围城》，我是江江，今天带我们这个生存者基地，然后来参观一下它基地有什么东西。我们越过这个沙包啊，有两个人把守这个地下道，然后这里有科学家，然后这里有两个人吧，在干嘛？哦，他的麦块的那个。稿子放在桌上，也太大了吧 ？OK， 我们进来看一下。他在做蛋，但为什么他在发呆啊？哈哈，推倒了。他真的，他有事吗？我这边好多食物哦。来看一下这个人在干嘛 ？Holy crack a bar！你好歹动一下嘛！这个在干嘛？OK， 这个生存者基地有点小哎。然后为什么大家都站着？你可以休息啊，这个床可以躺。好 ，OK， 我上去好了，因为我的伙伴在上面。他们遭受攻击了，我来支援他们一下。What a cocksucker! You dirty old piece of shit! Go suck! 炮火猛烈，需要支援吗？三个 Swamp Team， 打头啊，打头！怎么剩一个？两个？另外一个呢？一共有三个人呢、啊。哦，在旁边哦。还好他还在。我看一下最近的生存者在这里。那我们开着乡村去找他们好了。看一下这里有什么？这边车子还蛮多的，还有这个。他在发呆啦，我主机枪也不打一下。下去，看到敌人不会射哎、欸。好，我们来开乡村。上车，上车。居然不会上车、啊！来看一下，我改一下设定。要射我的车啊！不是你的敌人。真的很爱射击，直接上来比较快吧。
哦，感谢帮我射击后面的敌人。哎，啊，车怎么坏了？很强啊！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车！上车啦！不要再射了！应该是设定问题吧。Follow me. Kill him. 好吧，我要放弃他们了。Go suck. 去找生存者比较快。他们在另外一条街，我自己穿过去好了。哦，哈，撞倒了！加入我吧！要跑，要跑，要跑！嗨！好，你也加入我吧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哎，把我车子的那个特效不见了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坐不下了吗？怎么可能？箱型车耶！太瞎了你！叫另外一台。前面有僵尸，帮我打一下哦。哎，特效不见了啦！什么烂车？僵尸来了，帮我打一下啊！我烧血了啦，我打一下吗？这么近。真是的，不合群。OK， 我们先重生一下我的车子。基地了，fucking jerk! You fucking shit! Dickhead! 哦，怎么那么近，那么重？这女生也太胖了。因为他在我爬到我的那个箱型车上面了。哦，甩尾。
我的队友还是很努力的射击僵尸。我们先带那个生存者到这个基地。来来来，都来都来。告诉你不会爬那个啦，太瞎了这个。好吧，那你们两个就守门口吧。Combat， 你们两个守在这边，我再去找其他生存者进来。Jesus！ 好，走了。哎，他们在，哦，他们是跟着我的啦，啊，我把他推倒了，好吧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爬过来爬过来，真的很逊哎，好吧，那你们站在这里好了，秀是什么？去吧，试试看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去的话还是会跟随我。他们还在努力的射击。那我觉得你们还是用 combat 好了，至少有敌人来的时候会打一下。是谁的尸体啊？这是 Michael 的吗？真的 ，Michael！ 我线，没有敌人。射击了啊，发什么呆？OK， 好，太好了，至少我有两个人嘛。哎，等等，有坦克车哎，可是它好像坏掉了，坦克车坏掉了。这旧型坦克车 ，T34 吗？哎、欸，我以为另外一个人也挂了。No！ 好吧，我们去开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消防车。水洗一下地板。Asshole！ You bastard！ 水洗地板。Asshole！ 哇，我的队友在这边耶，我来帮你。所以你要射我吗 ？You fucking shit! Fucking jerk! Shit!
知道你爬不起来。好吧，我们来支援你了。翻跟斗，现在还没死哎、欸！打很多，打很多发财挂。再叫一次车看看，应该比较有破头。前面有喷火，不要靠近他。You bastard！